哎呀，大家好，我是南门超，我们今天是继续，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study B 啦。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明天的天气一样是普普的，然后今天的运气好像挺坏的，好哦。然后 Sebastian 他给我们一个咖啡，然后他说他今天又发噩梦了。为什么每天都发噩梦啊？感觉你发噩梦发无极限了，等一下。然后先给他这个，不是给你吃的。好，然后我们家的女儿还在睡觉，你们都在睡觉，走吧。我们今天一样是钓鱼好了。喂啊，这 Emily 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一个 Face 的 Apricot， 那是什么鬼啊？不知道，放这些吧。然后先把这个拿下来，然后先把那炸弹先放回去，不然太危险了。这一个也要，然后应该没有了吧。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卖东西，对不对？还有鸡蛋要拿出来，应该没有东西的吧，应该啦。哦，还有这个，我们要去拿一拿那个牛耳。我在说什么，失败啊。然后这样吗？有一个两个。虾子耶，这样，有三个，然后这里，等一下呀，我一直按不到，有，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还有鸡还没按吗？还有一只呢，哦，那一只，我看到你了，有，走吧，好难按哦。然后今天都是大鸡蛋，不错哦。然后把这个放进去。看一下 ，OK， 好了，然后我再看一下这里，啊，让我进去，有草就好了，走吧。天啊，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去镇上吧，然后我们要去交一下东西，这样，没有去卖一下东西，这样，我看一下哦，这个可以拿去烧，再烧一点出来好了，走吧。还要继续烧，再烧。我发现这个一点不够用，哎，还需要更多。这样应该就 OK 了。然后先放下来，还有这一个，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应该啊，应该。或是牛奶只能奶去卖，不能做什么了，对不对？这个也好的。好，我们的钓鱼竿好像还没拿出来，是不是？还没。然后先把这一个丢下去，还有一个东西要拿。这个没有忘记，走吧。然后先把这个丢下来，这一个走，我们要去镇上了，然后先去找那个铁匠铺，然后把我们的东西给交出去，走吧。好，然后这一个 fish food 我真搬不了啊，那一个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不懂啊。走吧，先去镇上，然后找那一个什么？哦，对耶，上面还有，我记得。这一个有吗？有，我没记错。还有那一边，呀，给我下来。好，不要吃，不要什么都要吃，走吧。8:40了，去一下镇上，过去那边刚刚好。Let's go， 15000块，我觉得其实这应该够买吧，应该啦。这样吗？看要博大的。我目前好像没有，对不起，帮不了。我那一个还没成熟啊，帮不了啊，真的。走吧，这里，我来了，这边。好，我看一下哦，这一个，然后我的这一个粘土，你认真。然后这个还有什么？石头，还有呢？是什么？好像有东西可以丢过去了。铜块，这什么？不懂。然后金块，哦，有一些没看过的东西。OK， 这可以拿去丢。石头，你认真。那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就是石头，好多石头哦。等一下，
你太看中石头了，你要不有点好奇耶？真的还可以再生25000，帅的吧？我还想说那一个能不能再生，然后看一下，结果还可以再生，而且还要25000，好贵哦，超贵，贵死人了。我看一下，我应该有东西可以捐，有，我丢，没了吧？这样就 OK 了。老鼠 ，The fisherman and I text Grody. How do you catch so many fish for me? It takes forever. 他说你这样抓那么多鱼，如果是我来说的话，要很长的时间这样。You must make the choice to become the true fisherman, and over time, your fishing speed will increase. 他说你必须要就是做出一个选择来成为一个渔夫这样，然后你要那个钓鱼的时间越多的话，你那个钓鱼的速度会越快这样。So you are saying the improving my fishing skill will make me fish faster? 他说如果你提升你的那个钓鱼技能的话，你那个钓鱼速度会比较快这样。Correct, one day you will make everyon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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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个简单意思就是跟你说，就是你钓鱼钓得越快，没有钓得越多之后钓的速度越快，大概这样吧，是这样讲吗？是这样讲吗？应该是这样讲，走吧，我们先上去，然后 committee center， 我找我东西，我有东西哦，还有一样东西我才忘记了，走吧。那个我们家的那个 spaceship， 我应该有留着吧，我应该没拿掉丢掉吧。我们把它给拿出来，然后拿去交去给 committee center， 然后我们再上去，然后应该差不多2点吧，2点，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上的东西给卖一卖了，太多了。好，我看一下哦，武器就是有啦，有，我留着 ，Let's go， 又要跑过去了，好烦哦。一直跑来又跑去的。好，那我们就差不多进到沙漠的时候，就应该就有 greenhouse 的吧。greenhouse 就是那个温室，叫温室吧，中文应该是叫温室，如果没弄错的话。Let's go， 这里。好，我回来了。早安，晚安。我看一下哦，不是这里，这里吧？啊，不是这里，这里吗？不是，这里。有，我丢，那我们插哦，跟这一个，那个到底是什么鬼啊？然后这一边哦，我们还要种小麦哦，我都忘记了。Feeder horn， 这个我知道哪里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Bobby， 然后这一边就插哦 ，red cabbage， 还有大皮哦，那时候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叫我买了。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叫我买了。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这一个，我丢，我给插一个，走吧，这样应该就 OK 了。然后我们之后要养羊，养羊跟养其他的话，我觉得又要把那个给升级吧，对不对？我去找一下肉饼，等，我去看一下，把那个升级的话需要什么东西。 Let's go， 我们要找肉饼了，可惜今天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看一下哦，这一个吗？不是，这一个，这个还要升级的话，450个250，400个150，然后可以养鸭子，400个150，然后这个可以养那个羊，400个150，400个150，400150，然后这边的话是250，我应该记得这吧，希望。走吧，400跟150应该 OK 啦，应该走吧。我看一下我家里，400、150，然后那一边的话是100，我应该记得住了，应该啊。等，等下回家看一下，我希望我记得住。你们也知道我记忆的啦，我就不多说了。好，这里，好，走吧。应该记得住，应该啦。好，我们回到家，走吧。可恶，这里好，然后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有哎，发胖，走吧。这样应该就 OK 了。然后我们先下去，我们金色那一边，这里。等等啊，我先把东西给放一放。对，这里好。我丢，这样应该就 OK 了。
走吧。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啊。哎，走呢。我跟你讲，我妈打王者就是一个，然后我需要的是100颗，100颗对不对？然后我们还需要这个，我需要，400个 ，OK 不够，400个木材不够，我们要去砍了。等一下，背包好满哦，快受不了了。我先把这些东西丢一丢好了，太满了。这个，啊，这个也丢好了。然后还有这个，没有了吧？没有了吧？应该啊，这样应该就 OK 了。然后我们要去砍点树，对，不然的话不够了。我先把这些全部放回去，走，这样应该就 OK 了。好了，8点了，走吧。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好的 ，nice。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先去那一个 gas 那一边，然后去找一找大家，跟大家聊天一下。然后我已经砍了一个300多个那一个树木，这样走吧。Let's go。8点了，等一下，我们先把门关掉，不然等一下跑出来就完蛋了。这边也好了，我看一下。等我，我们还需要5个铜块，对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等一下，这里，Let's go。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放进去，这里，然后这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应该吧？应该。那我先把东西放进来。8点多了，好快，等一下哦。这一个先放进来好了。这一个 ，OK， 好的，走吧。然后那一边，这一个，然后再给它放进来。不要吃，不要什么都要吃，这样不太好哦。然后我们先去找 gas 那一边，然后找大家跟大家聊个天，然后把那个马尤尼斯给送出去，因为我身上太多了，然后把它送出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回合，然后就到第二天这样。应该吧。好，到了，给啊，我给你2个耳针甲了，那跟你聊下天，再跟你聊下天，然后这里再丢。然后这里再丢，真假？你不喜欢了？好吧，他居然不喜欢，真假的？好扯哦，我都不知道。然后这里还要不要啊？他不要。然后再跟 Emily 讲一下话，这样应该就 OK 了，走吧。应该啦。那我们先回家喽，然后把东西给卖卖，然后我们就睡一个觉。然后明天星期日去看这神秘商店有卖什么东西好了，然后之后再钓鱼或者是挖矿这样，然后就结束我们这一回合，走吧。大概这样啊，应该啊，也许啊，或许啊，可能啊，好，我丢。还有就是这个跟这个 ，OK。然后那一边也好了，等我一下哦，我先拿一下东西，这里，好。然后再丢进去，好 ，OK，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再放下来，然后还有这里的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还有这一个，然后我们先拿出这一个也要拿出来，粘土跟之后好了，等之后好了，然后还有这里的这一个，这样应该就 OK 了。走吧，睡觉吧 ，Sebastian， 他睡着了。那我们也睡吧 ，Let's go。然后今天总共赚了1000、2000、3000、3000、4000吧，有吗？没有，3867。OK， 气耗了，好快哦！我发现要到后面越玩越快，是我错觉吗？咱19000，我看一下哦。今天、明天的天气晴天，然后今天的运气，哦，今天运气好酷。
好一个运气好，我犹豫了。那我们今天先去沙漠好了，这个就等磁铁好了。我们就先去沙漠好了。等等啊，我需要这一个、这个、这个跟这个，然后做多一点。好，然后这个 ，OK， 然后先把它放进来。那我们需要是金块，跟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对吧？然后我再做出一个5个 mega ball， 应该够了。然后再放进来，应该 OK 了。Let's go， 下面 Sebastian， 然后再跟他讲一下话。好，然后这一边，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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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然后还有那个、那个木头，木头也要放下来。这个好，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再拿出我们这一个，那我再把这一个给丢掉，然后我再来这里啊。对哦，我要先挤那个牛奶，不能这样。等一下啊，这个拿出来，然后挤牛奶拿出来，然后先把这一个放进去。OK， 好的，走吧。先挤牛奶，什么事情之后再说。啊啊，还没有牛奶，真假的？等一下，等一下，我挤哪里？还没有牛奶，真假的？真假？你们两个都没牛奶？那好吧，可恶，今天没牛奶。有，超还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小鸡，我发现他们牛奶不一定会有，哎，好难过。他说那一个鸡蛋放着没有奶也没关系的，对不对？我记得是这样。那我先放着，好，放两颗在那边，这样应该就 OK 了，走吧。然后再把这个丢掉，不是丢掉，卖掉。然后再把那个挤牛奶要放下来，好。然后我们先下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再之后再去沙漠，明天再去，明天再去找那个 Robby， 然后把我们家的那个。医疗给是几号？真的呀，我有点讨厌这一边。有，好，走吧。这里，我先下去看一看。我记得是这里。呀，我记忆有点糟糕，差点就忘记在哪里了。嗨，我找你了，看一下 ，Tulip 没有要。今天卖的都是什么啊？摄影发 day all season to grow， 嗯，买来玩玩看好了。有观众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有观众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买了下来。然后还有就是下面这一边，那一边，那一边，在那一边，在那一边，不对，这里，这里下来对不对？这里，然后这里。然后再走这里，对不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也知道我记忆了，我就不多说了。这里吧，这里，哦，有有有，哦，这个也涨了，收下。好，我们到了。咦，我还是很不喜欢这个地方，有种太脏的感觉。然后这里，嗨，我看一下啊。今天也没卖什么东西，那好吧，算了。然后从这边出来，马儿放那边应该没关系吧？应该吧。然后先把东西给丢丢掉。鸡从那边到巴士应该没有问题，但马儿在那边就有点没办法了。这里好，然后哦，还有哎。怕还没过来，有他过来了。怕你等我一下，怕我先把东西丢丢。等我一下，我知道你会等我的。我要丢掉这一个、这一个跟这一个，然后这一个放着，走吧。又要去沙漠了，阿斯，等一下我先把东西准备好一下，坐一个楼梯出来，
我差点就忘记了，我是不是忘记带食物了？啊，嗯，很好，不错，准备那么齐全，居然忘记食物，可恶！这里，那我们食物应该有吧？有，六十，这一个好了，二十，六十，吃蛋糕好了，这个再带走一个好了，走吧。这样就好了，之后我们去跟 Gus 买食物好了，不然每次都好缺乏食物。走吧，该去了该去了。Yes， 我们又去沙漠了。等一下我想想，我带刀，有带稿子，有带炸弹，有带食物，应该没有东西忘记了吧？应该啊，应该啊，应该。我记忆也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这先不用捡。哦，那边有食物，走吧，我们要又要去沙漠了，又要来到这一个鬼地方了。看看这个就放这里，砰，有吗？没有，可恶，走吧，这打掉。我看一看，这边也太多大石头了吧，等一下走这边，这里，这里上面，哦，没东西，可恶，呀，太过清静了，有点恐怖。这边呢？这边有一大堆的石头啊，还有一只史莱姆。等一下 ，OK， 没事。为什么好没事来都没声音啊？好讨厌哦。他来的时候有声音的话，我觉得很好打。问题是好，每次来的时候都没声音。对，问题就出现在那里了。这边有一只木乃伊，打掉它吧。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哪里 ？OK， 好。OK， 我看一下，没掉那一特别的石头，好吧，那算了。还有上面这一边，这一边我也想炸一炸，放这边应该没问题吧？应该啊。好。也没掉那一比较特别的石头，真假的？来了，先闪，好吧，不给我闪，走吧。下来这里，我看看，有木乃伊，过来，乐过来，过来，好，然后把炸弹放这里，闪，有炸出一个洞了，走吧，希望可以掉到一个好地方。这是哪里啊？不知道。先吃一个仙人掌压压惊。这里哦，有楼梯，走吧。这里哇，也太多了，等一下在等什么？翻译没干过吗？等一下我就会到我自己。没，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那一滴滴，差那一滴滴就要炸我自己了。哦，这里。你，我需要你。好，这一边，哦，那边有钻石哎，我看到了。等等哦，哦，他来了。啊，去帮嘛！等一下，这样子都能中，真假的？好扯哦！不要这样，吃下去。好，天啊，好扯，太扯了，太扯了！你不要跳上来。啊，还是给他打到了。好。哇哇哇哇哇，不太妙，放一炸弹先走。好，然后咱们绕圈圈，绕圈圈，等等等等等等，啊啊啊，中到。好，没事，走吧。下一层。好，有木乃伊，过来。有，这边就小炸弹好了。好，走吧。还有一只木乃伊，两只。这地区木乃伊也太多了吧。好，要炸到两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里吧，应该啊。有，听到声音就懂了。然后走吧。这里，等一下 ，OK， 我又被他打到了，讨厌啊！等，我吃一个东西。
好吧。好，这里的话，哦，有洞窟哎，但是我想炸掉这边，放这里应该没问题。有，大概炸不出什么好东西，走吧。六 level， 等一下，我需要楼梯。好，那我们再放多一个，买多一个楼梯，不是买多一个楼梯，是做多一个楼梯。OK， 我看一下这里。等一下，这什么鬼？等，我吓到了，那是什么鬼？弄东西是干嘛？等一下，弄东西是干嘛？好多只哦，走开、啊！好，这一边丢自己吧。好，有楼梯就好。哎呦，我拿样东西而已，不要来啊！我看到他了，我先走，欣赏为妙。这里香菇，香菇又不能吃，可恶！等一下。还是中到了，为什么？好讨厌哦！这里下来，好，走开好不好啊？好，走吧，我不想跟小史莱姆打，太麻烦了。这里。跟这种打我都觉得还好啊，他跳我身上。OK， 这边打这个打掉，然后再打掉这一根 K 就 OK 了，走吧。我看一看，天哪、啊！等一下，你等我一下。OK， 好，这里吧。好，很好，没有下去的路，那我直接丢楼梯好了。因为自己没有东西我要的，然后这边再做多一个楼梯，走吧。这里的话，我看一看，一大堆的虫虫飞，没有，走吧。我觉得可以放一个楼梯走了。OK， 然后我再做多一个出来。我觉得这一集会很长哎，怎么办？这里的话。放一粒智力应该就 OK 了吧，应该有，而且还搭出一个大洞出来，走吧，加密三 level， 我看一下哦，我们先拿一点东西来吃好了，我感觉我会死，感觉啊，好 ，OK， 我看一下这里。等一下，每次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出来干嘛啦？哦，应付你们就饱啦。讲真的，这里上去放这，下面啊！我讲真的，我好讨厌他们了。好，还来。哦天啊，要死了！哦哟，他们好烦哦，等一下，烦躁感 max 哎。好，这里，走开！你们这一群臭史莱姆，走开！那里好了，好，有，往下面。啊，我拿错了，哦，我不想打了，太多只了，底下，走吧。哦，给我放，有。然后这边再做，天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只那一个东西呀、啊？畜产国哎、欸，特产国才对。好，来了，哪里啊？快出来好不好啊？过来。有，他自己下去也不关我事情。
等一下，我不要再过来了。走吧。好讨厌哦，好讨厌哦，好讨厌哦！等一下，太讨厌了吧？等一下，我会死啊！等一下，我会死啊！我会被他们弄死啊！讲真的。走吧。一来就带来那么多只，而且到哪里都有史莱姆，什么鬼啊？我进入了什么地图啊？史莱姆国吗？我不行了，我要快走了。走吧。我进入了史莱姆国，好恐怖，到处都有史莱姆。这里就丢一个炸弹在这里，应该就 OK 了。我下面有那个洞窟，等一下跳下去了。看一下，这里没东西了，走吧。好，这一边，那一个，对，就是你 ，Let's go， new level。我看一下 ，Oh my god， 放一炸弹解决一切吧。等一下，等一下，好，哦，等一下哦，不要没事来一大堆好不好啊？很讨厌哎，讲真的。ouch， 我要应付这些史莱姆就算了，我还要应付你们这些小飞飞。好，这里又没东西，真假的。Oh my god！ 我觉得 我要放 OT 走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史莱姆了，你们懂吗？那史莱姆的数量够吓死人啦！好，你走开，今天不想跟你打啊，这边就要跟你打了。好，拜拜。哦，好，有。掉出一些好东西，往下面走的话，这里，这一边的话用打掉好了。九点了，走吧。干嘛一直追着我？这里，你过来，对，过来，啊，送到我的啦。哦，哦，地洞啊。虽然说我很想下去，但是我血量有点不允许啊。OK， 可以了，走吧。三 level， 我们到时候什么地方？哦，下去，拜拜。这里，等一下，你这是臭呱呱。这一边我看一下，这里丢一粒炸弹好了。然后这里丢一个小炸弹，好，慢一下，有楼梯出现了。然后这一边有，然后这一边的话，我丢一个小炸弹在一边应该就 OK 了吧？应该了，啪，有，走吧，这样就 OK 了 ，Let's go， 哎呦，差点中弹我了。这一边我看看。Oh my god， 又是你，过来，过来，好，然后这边就一个小炸弹，有楼梯，来，这里的话这个打，好，然后这边丢一个 mega bomb 应该就 OK 了吧，就在这超破这里，有，楼梯出现了。然后这边我们就先再做多几个 mega bomb 出来，这样子，走吧。这里的话，哇 ，OK， 我们俩这个拿起来，然后这个丢这里，闪 ，OK， 好，有哎，动，可恶，想下去，我看一下，我们好像没什么食物了。如果下去到不好的话，那我们就死定啦，就那么简单啦，就那么简单啦，走吧，家还是要下，对不对？走吧 ，Let's go， 三 level， 好，然后这一边丢一个，这一个炸弹应该就 OK 了，闪，有，好，下面，等一下他来了。我不想跟他打，讲真的，太烦了。
好。这里的话，我想再丢一炸弹，我不想跟你打。好，结果还没死。晚上了，十二点了啊，差不多时间了。那这边炸一下，这边炸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回合了吧？哦，这里必须炸，这里必须炸。等时间，等我一下，时间我找年头的时间。好，走吧。然后，好，这边炸一下。OK， 走吧，回家了。没时间了。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走吧，我们可以回家了。耶、yeah! ！今天收获应该不错的哦，但时间要到了，这样应该就 OK 了。Let's go。Yes。天、啊，我们又在跟时间赛跑，你敢信？好，我回来了，打来吗？来得及，走。一点了。然后先把东西丢掉，这一个可以丢，这个可以丢，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然后再把炸弹型木星放下来，太危险了，走吧，睡觉。啊，我们的哈尼，哇、啊，要给我拿下。好，可以了，走吧。睡觉，一点了。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光也先差不多，就先到此了。没错啊。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可以更早的继续找到更新影片。然后今天总共赚了950,000,5,000,6,539，好多、哦。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此了，谢谢大家收看，所以就，恰啦恰。